哇，那就是我知道了，那就是我们两个了。敬业，这个拍广告的人，石英男演技王，我们先来。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有一个是好吃的笋片粥。哇，笋片粥啊，然后有两个呢是鱼露高汤的笋片粥。谁先？曾宇先。好，这个是鱼露。好好。这样它就会充满鱼露的感觉，对对 对, 对，也怕你们去闻到是谁会闻到，很远，两汤匙，对对对，两汤，眼睛脏了。如果你饿的话，你可以吃完，你要直接干掉。感觉开心，哦，你脸揪得跟包子一样，你要演哦，演得蛮好的，他应该是吃到了。这个口味好很多了，因为味觉已经习惯。好，吃完了。第二位，第二位想看谁？你们想看哪位？大圆，大圆吗？大圆是。人头落地不过碗大的疤。就一大口吧。你要吃两口。那就是我知道了，那就是我们两个了。敬业，这个拍广告的人，来，闪哥。那看来我应该也是吃到的，因为他没吃到。我要走了。啊，闪哥就干了吧。爸，我想你。飞上天了吗？想家了，想家了，听路子亲近你了，还有一口，味道很重吗？会有可能是你胸前那条鱼味道太重。来，吃完吃完吃完，嘴巴有好，猜猜看究竟谁是吃的正常，谁吃到正常哦？大圆吃到正常，其中一个吃到正常。我觉得，以你的经验来看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陈哥是会演的。我猜陈哥你呢？你猜陈哥吃到正常的？我猜陈哥吃到正常的。我都咸成这样子了，我其实哦来，可能大圆或陈哥，但没有，我没有想说是真理。如果真的是真理的话，就会很心机。最后十秒，这真的很厉害了。可是因为其他两位演员，应该要你们平常相处。好，陈哥吧，是陈哥。陈哥吗？五，对，陈哥的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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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刚看陈哥咬很久，因为很难吃，一定就吞掉。陈哥还是就，对，三个都猜陈哥是不是？谁要出来试？谁试试？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出去哦。好，输的出去，输的出去是输的哟。剪刀石头布，走先。剪刀石头布，走先。你看，快了，石头布，走先。陈哥，来，请试看陈哥另外一碗，另外一碗，这个啊，另外一碗。如果你觉得不咸，你就赢了。觉得不咸就赢了，对。不腥不咸，你就赢啊。好了，好吃的有没有？因为本身比较重口味，不一定。它吃起来正常。对啊，不你认真吗？我真的好咸啊！太咸了！你刚不是说重口味吗？哦，好，请问一下第二位，你们觉得是谁？刚刚觉得是大圆吃到吗？如果你觉得是谁，就是大圆。你觉得大？来试一下大圆。要踹踹吗？踹一下，一点点就好。哎呦！遗憾的眼神看你，不要吃太多，一点点就好了。猜是一定猜的，它一定是正常的。早安那边该不会是真的？有没有？好好吃哦，好好吃。嗯，对啊，你刚刚一看就知道你没吃到。大圆，哎，现在是对，这些答案是大圆吗？大圆呢？你没赢，你们也没赢，他没猜到。那个很正常啊，那个很正常。